观完摩洛哥的山地村石头村，然后呢就来到这里呢，我们进行了一个团里边我们一共19位的一个午餐。这是在摩洛哥的一个离那个马拉喀什4个小时开车的一个地方，就是就餐的地方。在午餐之前呢，我们登上了坐一节一节的